我的 LPL 总决赛，精彩就要抢着看。咔！哎，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跟贺导学啊？净整尬活。LPL 夏季赛总决赛要创新，要艺术。哎，王家卫那种怎么样？气氛像道，暧昧的氛围。莫名其妙的台词。今日是2021年8月17日晚7:59，我曾经听其他人讲过，世界上有一种人除了吃饭就是睡觉。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都变成这样的人，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期待可言呢？六个钟头之后，我在家找到了张门票，门票的日期是明天中午12:00。我知道如果我明天不去的话，后日就过期了。上次你问我，如果我有多一张门票，我会不会带你一起去？抢到才得的。如果世界上还有一样东西不会限量的话，我希望是总决赛的门票。如果一定要加个限额，我希望他是10000张。上次被王家卫不挺尬了吗？兄弟们，我有一个 idea。 昏暗的光线，废弃的工厂，整个天空都是冷色调。镜头从选手的背影转到正面，棱角分明的脸庞，高挺的鼻梁，还有深邃的眼神。眼神交流，对，在宣传片里选手都不用说话，一个眼神就够了。看上对手，眼神交流。看上奖杯，眼神交流。看上镜头，眼神交流。他快，你要水给他滴一下。这是一狗。哎，压倒那对抗感怎么体现呢？对抗感有了。在一个大楼梯上，这边是正在上楼梯的选手，那边是正在下楼梯的选手，嚣张的表情，六亲不认的步伐，画面在两位选手之间来回切换，然后两个人砰一下碰撞，咔咔咔，太做作了，再来。再来，OK， 过。等等，这里是不是应该上个明条？有道理。然后，追逐打戏爆炸。喂，最新一版我看了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尬。选手们在楼梯上的碰撞，我有点没搞明白。这么大的楼梯，他们就非得撞这么一下吗？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一版，改回去吧。好的。另外，我们在搞宣传的时候，要告诉观众总决赛在哪里办，什么时候办，几点办，提示性的东西你们现在是一点都不加呀。好，没问题。先这样吧。快来看